赛前准备。就三个单杠，我们之前没有什么强度要求，没有没有，这都是乱敲的，不是摆摆一坨。天空幼儿园开学。对正眼，你正眼，你怼上，怼下面。我现在是什么环境？就把它弄齐，现在端过来。OK， 就这样吧，来吧。来吧，来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又要玩一个游戏，要推积木，去看谁推得倒，对吗？就看谁，第一个推倒他啊。开始吧，谁要说过谁第一个？输的第一个。石头剪刀布，那我第一个。石头剪刀。输还是你最好。石头剪刀布，哎，赢还是我的？你第一个吧。那你拿什么敲啊？不是，就直接手拿呀，直接手拿嘛，人家有个锤子的，那是敲冰块，分数的吗？那敲冰，拿这个敲吧。哎，你这一把没了。不是，真的需要那个。哎呀，就拿手吧。不知道咱家啥条件，有矿吗？我帮你拿好吧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我太不稳的。先让他倒还是不让他倒？要不让他倒，让他不倒，懂了。哎，你也可以让他倒。那我就留下吧。这些人怎么这么笨呢？可以这样吗？不能够拿最上面的。时间又到上一轮，再上上一轮游戏。不能拿，不能拿。那就来个危险点的。这个不危险，就是要让它四面通风。怎么动了一下根基？你动了哪一个，你就一定要弄那个。听见吗？对。怎么？你说基础是一个？怎么证明你十九岁吗？你敲十九。哎，还真是。我仔细看你的食指哦，全程运动的食指。游戏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，那我送。哇，这个也行。哇，哇，你们这个是。好棒哦！你好聪明啊。那我就，应该不会打吧。哎，你觉得这个二十三，他倒是拿掉会不会拿？你碰一下你就拿了。去吧。这一还能拿？十一，十一吧。不是，直接拿，快如风，急如电。我趁他没发现，逆体方式，快如风，急如电，直接拿走。我趁他没发现，趁你对，你趁他没发现，直接拿走，冲就冲了。对。你说了，十五号我跟你讲，你趁他没发现，十五号拿。哎，不行，你碰了，你碰了就一定要这个。哦，哇，哎，你看，他不好拿，他真的不好拿。林杰才是最不好拿的，我跟你敲完那个林杰就真的不知道拿啥了，实话。真的吗？真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哇！不给，不给，十五号。爸爸，爸爸，十五号。啊，傻了，傻了。你是把脸脸上的。拿捏，哇，都是可以拿捏。哦。哈哈，来纠结，我要不要拿二十七？拿捏了，对。哎，我拿这个，拿哪个？最下面，最下面不能碰。为啥？最下面。可以。哦，那就是我拿四五。可以碰。
他也不好弄。五十计。对了，巨推。你先把他往回推。哎，你看他另外手都在辅助哎。这个算。这不可以这样吗？他刚才我都没用。那应该怎样？那我看这个。哦。他整个都在动了。你看。等到世界变得你会爱我。好，你看了今天的，对，赢家就是我。好。